然陈俊生的前女友为情自杀，而生前传给陈美凤的求救简讯，到现在还是让陈美凤难以释怀。他也在出席金钟奖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不舍。非常非常，不用压力大，压力大还是非常难过，因为他爱他，一定相信他的解释。可是不要骗，不要哄，要面对事情，两个坐下来好好的谈。由于跟双方都是好朋友，他说不愿意再对这件事情多做评论。不过陈美凤昨天也在脸书发表文章说，要珍惜自己，爱自己，活得更好才是更好。已经有上万名的网友按赞。美凤姐也说，不论事情接下来如何发展，陈俊生都应该要出来面对一切。